是 Paul， 然后那个我这几天觉得很冷，然后有看到那个小班他在那 General 上面就是讨论带到英国的帽子，然后下面就有人说他想要买 GMB 的帽T，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真的很冷，所以那就不如我自己来做一下帽T好了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来去想自己 idea， 我们现在就是在 brainstorming， 就是大家有对帽T有什么 do 或 don't 都可以把它丢进来，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再把这个帽T的设计稍微汇整一下之后，再把它大家再当让大家来投票，那接下来就是预购，因为不想库存，对，所以就是群众募资的帽T， 对，那就希望说它可以有一些价值。就是我自己今年暑假的时候有去那个新加坡参加那 APRIG 和那个 APNIC， 然后那时候就有参与到一些蛮有趣的一些讨论，或者说一些讨论议题，或者说一些政策的一些方式，然后我觉得可以把它应用进这个很简单的小专案，那就是说让大家都一起来参与这个属于大家的帽T的制作。那另外就是说一些基本的，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帽T的制作尽可能的达到永续性，然后可能减碳，然后让它尽可能耐用一点。那另外就是说信任，那就是让大家不管投稿上来可以配可以来去符合一些CC 它的要有记名字，然后它是要相同方式授权，对，然后就是来大家一起票选，那来做出去没有人的帽T。那甚至还可以有一个帽T的 NFT， 那我就可以自己来顺便练习写一个 NFT 的专案。那还有把一些很炫的东西一起加到这帽T上面，它就可以看起来变得很厉害，像平方投票法。对，因为我真的这一次选举我真的很不爽，我在投票之前我决定超久，我不知道到底要投给谁。那另外一个就是，好，平方投票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大家都有一定的一个点数，那就是可以投票给自己想要的帽T设计，反正就是把议题这个全部代换成设计，就是从总统杯黑客松借用来介绍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查一下平方投票，就是现在的投票真的是很没效率。那甚至呢，有一些人如果刚早上有参加那 AI 生图的那个活动的话，也可以自己把这些关键字扔进去，来去喂出，来跑出一些新的设计点子。那像是呢，我们今天一整天下来有稍微收集了一下一些人的点子，那可能有一些人他想要在帽T上面放上这个DAO的 logo， 还是那 DAO Zero， 对 DAO Zero 的 logo， 或者说他想要放一些东西在帽檐上，我们现在就是把很多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先收集起来，那到时候大家投票出来会怎么样子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大家就可以丢一下自己的 idea， 或者是长这样子，有一些很奇怪的超大 logo 的齿力惊人版，或者说它有一些变种，它可以在绿幕上面做实际的操作，还有一个透明的图层版本。那我们谢谢 Ronnie 当作我们的今天的那个 model， 对，那总之就是这样子。你要随便拿一张白纸来画图上传也可以哦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这边扫一下，或者说你可以输入这个网址到你的手机里面，直接扫一下。我们有 mailing list， 我之后可以尽可能的用这 mailing list 来跟大家讨论，或者是说投票的时候都会用 mailing list 来跟大家来去沟通一下。我应该还有一分钟，所以大家可以用这时间扫一下。我待会还在 general 上面再骚扰大家一次哦。那就这样，希望大家有一个温暖的冬天，谢谢大家。谢谢 Paul 的分享，我觉得不愧是 GMB 社群。